顾先生，你搞什么啊？我要向你道歉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忽略了你的感受。因为南宫的到来，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。我忘了，你其实一直在做大研主播，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并不是很擅长。我不应该指责你，你需要时间去学习，而我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。我也忽略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相遇，但无论在顾家还是在公司，你都帮我度过了很多难关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，等它慢慢发芽。 出发，却又放不下，背叛自己，是我错，对不起。你是坏蛋，知道坏蛋。